在身上挥洒美丽画作，美女刺青师登场。这是我的阿嬷，我阿嬷超像魔法阿嬷的，好可爱哦，真的很漂亮哎。秋香，对，秋香是我外婆的名字。我这一只手基本上都是纪念我外婆的，我的手是代表我的家人。百合花是我妈最喜欢的，哦，妈妈。这是小美人鱼，小美人鱼是爸妈带我第一次看的表演。就在今晚11点，麻辣天后传准时上场。